慢了慢了，他那个缩时要等很久。敌人到哪了？有了。咦？刚刚可能十二楼，因为那个刚刚元素不是死了吗？啊，那个杖兵没人补嘛，所以我就用特色把怪往外拉，这样可能是那个时候怪太多太累了。到哪了？到哪了？现在我看一下，十二，等下到十三，现在十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一分钟上来就来得及了。不急啊，哎呀，试试看吧，拼命看。他妈的 ONG 干！哇，赶快删掉，赶快删掉这段话。删屁呀、啊！我就是要骂。不会过了，过了。没用啊！我记得好像。到了还是不会过啊，之前是这样啊，试试看啊，没有，之前是有倒扣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之前那个九楼的时候，之前是直接从220几直接倒扣变成100多，那时候元素刚好重开那段时间就变倒扣。你过了呢？